快捷汉语一加一。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十二课，约会。第一幅画。词汇。电话。手机。电脑。跟。电影。见面。门口。对话。老李在干什么？他在打电话。老李给谁打电话？他给他的女朋友打电话。老李给女朋友打电话干什么？他要跟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。他们要在哪儿见面？他们要在电影院门口见面。第二幅画。词汇。急。安全。危险。出。交通。事故。对话。老李怎么去电影院？他骑自行车去电影院。老李骑车骑得怎么样？他骑得快极了。老李为什么骑得这么快？因为他想早点见到女朋友。骑车太快了会怎么样？骑车太快了不安全，会出交通事故。第三幅画。词汇。撞。栏杆。掉。井。这样。注意。对话。老李怎么了？他出交通事故了。老李出什么交通事故了？他的自行车撞在栏杆上了。老李怎么样了？他掉进一口井里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老李没注意交通安全。第四幅画。词汇。受伤。坏。好。胳膊。修理。修。对话。现在老李怎么样了？他的头和胳膊都受伤了。老李的自行车怎么样了？他的自行车也撞坏了。老李想干什么？他想修理他的自行车。老李的自行车修得好吗？他的自行车修不好了。第五幅画。词汇。怎么办？扛。着急。如果。迟到。对话。老李的自行车还能骑吗？不能，他的自行车不能骑了。老李怎么办呢？他把自行车扛在肩膀上跑。老李为什么扛着自行车跑？因为他很着急。老李为什么这么着急？如果他迟到了，他的女朋友会生气。
第六幅画。词汇。开始。已经。有意思。没意思。对话。老李的女朋友在哪儿？她在电影院门口。电影开始了吗？电影已经开始了。老李的女朋友生气了吗？没有，她一点儿也没生气。老李的女朋友是怎么想的？她想，老李比电影更有意思。